零号吩咐。好。主人。哦，每天两个紧急委托时段哦。反正现在就是还蛮多，哎，我一直点到我的那个，还蛮多任务的，然后还要培养自己的人脉，因为人脉够才能做很多事情，没有人脉就是没就什么都不能做啊。人生就是这样，人脉就是一切，包括当时矿主也是，所以我现在有点边缘的感觉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零号吩咐，我现在要去提升往大关系，然后他的梦想就是这个，就是明星，就我刚刚说的，可以布置房间养宠物，还可以自己当明星。我要参赛，去给人家评审。哎，画面是有点小啊，真的假的啊？真的哎，哇，我刚没说到，抱歉。好，可是我的视讯会挡到，这样好了。好，也没好好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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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。好，现在就是选秀，因为我现在是个小废物，什么都不是，所以就去给人家羞辱的，展现我最好的一面。就看我要干嘛。你有主人。他说我等你有主人。他说你的身价还不怎么样嘛，废，被骂了。因为我现在还在很初期的地方，所以就是也不能干嘛。然后等一下还要去布置自己家里面，因为会邀请人到家里面参观。不主持跑来康熙这里。欸，我是用手机玩的欸。手游啊。他们还是勉强给了我赞的，谢谢。正当我生气的时候，有人冲上台，有人不服他们那个评审让我过的。这个选手有显赫的家世，重点显赫的家世，有显赫的家世，够硬的背景，所以才能这个世界上是这个样子的，大家懂吗？啊，要去送货了，主人。我吃来喽！可是因为说我接任务都要等那个等我女儿，所以得等他一下。来喽！参加选秀，我通过海选了，因为刚刚是海选。我的邻居是芊芊，我要去拜访他。靠关系，靠好靠买。我是国民女神，请叫我姐女神。好，女神。这个芊芊她很看好我的成就，可是她叫我上到三等再来找她。好啊，秋，先回家。我赶快来布置家里。哎，雨优申请添加为好友，有人加为好友哎、欸。好，我有好友。查看，自我丢下两等，只要委托就可以升等啊。就是任务的感觉。有一个人进来了，他是谁啊？这个人是谁啊 ？Let's go！ 他在我家干嘛啊？神秘商人，神秘商人在干嘛、啊？我回来了。哦，强迫我买红萝卜，因为等一下我要种田，还可以在家种田。现在一直要做委托。主人，我吃了。哎，我把瞬移关掉好了。我回来了，还要去买他东西，我不要啦！不要在那边吵啦，我把瞬移关掉好了。等一下，他一直叫我买啊！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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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关闭瞬移，因为用正常走比较好。女仆在抱怨呢、啊，他就说很累啊，在那边跟我讲那么多，你看。他说他很累。Let's go！ 才不管你。零号吩咐。啊，我回来了。买红萝卜。主人。哎、欸，我两等了，现在可以去种东西，还可以在家种东西。好。我要点这个，然后脱衣。哦，种完了。
现在的明星还要种田，真可怜。你们不知道，其实明星真的是管吃喽。你们外表看光鲜光鲜亮丽的明星艺人，我回来喽。其实私底下都非常辛苦的、啊，这个就别说了。怎么有个阿伯过来我家？我谁都可以来我家。校长的需求，校长你有什么需求？他又要叫我学种东西。哦，还可以。大家看，除了人物个性、学识、人脉、成就，学识是加。哦，技能熟练度啦，还要上课。现在人数很少，不如稍待片刻。哎、欸，没真的没有人呢、欸，怎么办？开啦，管那么多，只有我一个也没关系啊。大家都直接闯到我的家吧？为什么？上课是要干嘛呢？随堂测验。达尔文的著名科学著作是什么？达尔文，达尔文，物种起源。我才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这是我不知道啊，好，应该不会很难吧？自己四选一啊。忽然想起一个问题，考一下大家：以下哪种不是观赏植物的作用？食用啊，太简单了吧？我在第一个出戏，第一个出戏，就上课，然后解问题，然后再看左上角，这样。薰衣草的花语是什么？等待爱情。左上角有个栽培学，现在进度是60%。我只用眼神来回答老师的提问。加的分数应该是蛮多的。学个数学题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啊啊！那个后面那个是加，我把全部都看成橙了。对不起，我把全部都看成橙了。瞎，眼睛瞎掉。榕树适合放置什么地方？榕树都不适合啊！榕树不是要放外面吗？这才对。没关系，各位不用紧张，不需要紧张。好，可以离开了。我回来喽！来喽！哎、欸，可以收成，可以收成了。要怎么收成？哦，也是可以这样，然后一次收成，再种啊！啊，不够，不够哎、欸！顶好分数。现在种苹果了，加速苹果啊！完了，我刚种萝卜了，让我失望。果然是对，这是搞笑游戏，不是啊！这游戏还是很认真的啊，我很认真啊，我最认真的失望组哎。校长怎么还没走？我都已经上完课了，他到底想要从我这边得到什么东西？主人，我吃喽！领取，我来领取一下东西。啊，我回来了。哦，这是登录签到奖励。还有什么？爸爸啦啦。可以选。妈妈咪呀。哎，这个比较好，有钱那个。算栽培这个好了。妈妈咪，缺少红萝卜。哇，我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啦。有哎、欸，有 VIP 制，可是我觉得有 VIP 制还好。哎、欸，我叫我要加速，好，收成两棵苹果树。我要拿，好，收成两棵苹果树。他说我口干舌燥，跟你要个苹果应该可以吧？不行啊！主人，终于把校长打发走了。我未来有什么打算吗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
有目标选项哦，这领好多哦，这是刚刚都没领的。零号分数，获得好评，获得好评就可以去参赛，然后可以选择自己的支持者。学霸提示我，我知道教授的要求，校长的需求真少见。工具女仆都只会啰里吧嗦，还不错。女仆就是傲娇啊，口嫌体正直啊，她明明就很喜欢服务我，很喜欢帮助我，然后还要抱怨，傲娇啊。打发啊，我刚刚不小心把我内心的愿望说出来了。包起来，快点快点，我好想要布置家里哦，还有宠物。人缘超级差，还需要好友？不用啦，我一个人也可以玩啦，我一个人我也可以玩。他现在就在评论我的房间，评价我的房间，然后他说妈妈叫我回家吃饭。哎、欸、啊你，哦很喜欢我，你喜欢简单的装饰啊？哎、欸，有小偷，这是小偷是不是？哎呦，他有小偷！好闹！哇，我把小偷打趴之后，然后他送我一堆东西，哎，这么好！哎、欸，有人来我房间呢，有人来我家，他是谁啊？是谁啊？谢谢你来。来喽！扩建住房，扩建住房。主人，全装箱后可以扩建，全部装箱可以扩建。啊！哇，还不够扩建。哎、欸，那个人一直在我家。来喽！过劳而获的方法。我们有电脑可以啊，可以去布置了。所有功能买电脑。电脑放这边好了，旋转，旋转，电脑放这边好。然后嘞，礼服，这是小礼啊。把东西倒过来，遮一下。没事，大家什么都没看到，先穿小礼服。那现在要干嘛？好，现在用电脑去干嘛？通过电脑翻阅电子杂志可以买东西哦。买什么呢？有什么想买的啊？一定要买吗？啊、真的、欸。啊，哎、欸，它可以翻啦。游戏里面第一件事就是买电脑，当然喽，买个香蕉太贵了吧？哇，这是全部玩其他玩家的在卖的东西。啊，我要买什么？刚五个香蕉。五个香蕉684，那刚这个还算便宜，一个香蕉136，五个香蕉，买苹果就好了，我没钱啦，穷啊！啊？主人？什么？哎、欸，还有我的女仆玛利亚都很红亮，叫主人，你这样很快乐的。哎、啊，你说什么？升级到3等了、啊。来喽！热销梦想秀，梦想秀李小聪，我要通过他的。好，我的伙伴只有一个厨师而已。啊！你一定是那个传说中的人物的后人吧？你的祖父是我的崇拜者。我说错了，我是你的祖父的崇拜者。所以，我祖父很厉害。因为我祖父很厉害，所以我不能对不起我祖父的名声。就像
金田一，不，金田一不都说什么我赌上我爷爷的名声是吗？金田一是这样讲吗？我再立个伺服器。我等一下，哎、欸，我要来布置家里，等他这个解。我在第一个伺服器，有这台电脑评价应该还不错吧？看在我爷爷的份上，看在我祖父的份上。给我一个好评，你的爱人还在家里面等你。有没有游戏主角90%都是靠爸爸跟爷爷机？难怪刚选秀我赢了，他说因为我有显赫的家世。哎，有后台就屌啊！顶好分数，有后台就屌。达人榜是什么？我挑战他干嘛？哦。去跟人家在场上决斗是不是？跳过，哦，我赢了。我觉得这场要走秀这样子的、啊。哦，我赢了，我们下去，谢谢你让我达人榜。哎、欸，又有人跟我要萝卜要菜了啦。Let's go。好的，没问题。生气，购买两，哦，那神秘箱的。哎呀，哎，这个好了，好了啦，快滚啦！来喽！我要布置家里面啦，人气点。哦，人气点就可以变换东西，可是现在没什么东西好换。主人，用长辈压死。还可以购物哦，购物什么？免费大酬宾，免费大酬宾什么？哦，随机抽奖啊！有个一个在我家，是谁？我先去收成我的苹果，然后再种红萝卜，因为校长用红萝卜，我要来布置我家了。苹果吃完口渴，所以来了。我要怎么布置呢？布置，有了，布置家具。哦，看一下有什么家具。我有小花盆呢，小花盆拿下来装饰一下，装饰在这里好了。然后没有了，家具图鉴，可爱。哦，家具还有家具图鉴哦，要自己去得哇！看一下有什么可以装饰，通讯仪 ，iPhone 哎、欸，睡潮流沙发啊，床，我没有床，3600块，我好像没钱，来我有钱，有了我有钱啊，就是要在电脑旁边啊，购买新币。因为我有厂商之力，所以我直接买了。有厂商之力，你知道比 要比什么吗、啊？有厂商之力就是要比布谁布置的漂亮。因为之后会有那个实况组布置比赛啊。听说我的杰林不是我的杰林，我的敌人，我的敌人好像有蛮多实况组的，所以就要来比看谁布置好。以售罄，还有卖完。还有东西卖完，到底真的假的、啊？哇！田园化妆台、碎地花灯，我要买个通讯仪啊！我是时尚的人，这种东西，这种3C 产品就是要放在我旁边啊，这样我就不用动，我躺在床上就可以做一些事情，躺在床上就可以打电脑跟听手机。潮流短沙发，潮流一下，哇，超潮哎、欸！这样放一下，停一下。哎、欸，这里转旋转，潮流短沙发，哇、哦，最潮哎、欸！可以，我的杰里，我说我的敌人，不是我的杰里，不是啊，没有爆什么内幕，我讲错话了啦，大家不要想太多，没事。
床上啊！啊，对对对，你们尽量躺，尽量躺。我最喜欢有人躺在我床上，谢谢谢谢，谢谢你们捧场。给你萝卜啦，校长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好，好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快滚！来喽！人家练功啊！看看看，我去过啊。等级三可以预约哦，预约什么东西啊？主人，可交付。了解预约服务。来喽！怎么预约？打开布置模式购买电话。有啊有啊，我有电话啊。这个这个，预约我要预约什么？神秘商人到来，他来啦、啊、哦，他可以叫人家来打电话、啊。打电话叫他过来什么之类的，我这边都只能用钻用钻买，用钞票买。主人，哎，钞票就是我的钱吧？对对对对对，好险好险，我的钞票是钻石之类的。来喽！预约带的便利，可以紧急叫他们过来。刚才我有个朋友叫浩南，他打电话跟我求救，需要一个苹果，主人有吗？我有啊，我苹果啊，浩南，浩南，你为什么要吃苹果？来，苹果给你，你以后要照我。啊？我是最亲切的实况主啊！现在要干嘛？先回去。其实你们是观众，在我的家属，观众在我游戏里面加，是不是？你们是观众吗？可能是哦。哎，荷花哎、欸，阿布，荷花，邀请他来我家来，邀请他来我家。听说这个来宾来嘉宾来头不小，在网络上非常有名啊。荷花，铜锣湾的浩南哥不是、啊、他的头是飞机头，浩南哥是漂配的头发。他说我的 S 曲线受到新城市民的崇拜。我这个 S 曲线终于要开始拼地盘了。以我专业的眼光来看，棒！你最好给我加多点分哦。他说难以置信，你竟然有这么高的身价。当然，我身价比你高多了。哦，他说不是啊，他是明星啊，他是明星。荷花，你没有给我三罐，我要三。有有有有有有，你赢得了我的好评，我的妖娆只为你绽放。不想哎、欸，快滚！我要正妹。你知道我们主人家以前的事情吗？网络上就查到了啦。家里人始终不肯告诉我当年的实情，所以我主角我也不知道我家之前发生什么事哎、欸。啊，就是爷爷很厉害啊！我跟你讲，就是爷爷很厉害。三等了，你好吩咐。又要请爷爷出来吗？还没啦。主人，扩建我的房子，我想扩建。我要扩建。来喽。装箱，获取途径，去杂志看看。刚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忘记了。欸，我忘记那东西长怎样。顶好吩咐。红色砖块是不是？杂志看。红色砖块有没有？让我扩建啦。怎么都是水果啊？我已经饱了，不需要。玻璃弹珠。完了，没有卖我想要的东西。那就算了。没啥，有密我哎、欸，他说加好友，啊怎么加、啊？要说来我家，他刚刚在我家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加好友哎、欸，不会加好友。哦这样子哦，哦我加了，主人，叫我吗？地上有一包东西，
获得一包东西，扩建华，扩建华。哎、欸，他本名叫什么华？叫什么、啊？嗨，扩建华的本名叫什么？忘记了。对啊，我在第一个是不是？开台原来是工商交友软体，不是，这是一个友好的问候。大家欢迎来我这个游戏里面家找我玩，我会非常热情的招待你们。送萝卜，现在就是我种出来的东西，然后如果有多的话就可以去送给别人这样。哦，霍建华，我回来了。哦，霍建华的。还有谁要什么？哦，好，我都没有。芊芊的求助。你好，班长。啊，门口是国民偶像芊芊的，国民偶像芊芊在我门口干嘛？杜老师没有时间陪你，他现在跟我抱怨是不是？杜老师是研究天文学的，他在寻找陨石，太忙了吧？你要体谅人家啊。杜老师，杜老师。不行啊，我要再布置一下我家。我现在升等应该可以再买更多东西，因为刚有些结束。阿姨售罄，为什么要卖完啊？我都还没买耶。哦，好吧。杜老师，我去帮忙。霍建华，我要帮他寻找陨石哦，帮他探索哎，找陨石碎片。我狗屎运捡到了钱，太好太好，谢谢谢谢。哦，这种任务，探索陨石这么好找，这游戏真棒。我现在穿一个小礼服啦，因为就是要穿点不一样的，穿不一样的服装，玩不一样的工商游戏。哎，我捡到陨石啦！他叫我去找哎，怎么这么啰嗦啊？来这里这里。啊？到底哪里还有陨石啊？他一直叫我看，没有陨石，你不会自己看哦？要是你男朋友啊，要叫我帮你找。什么 Sandy 很接近成 Sandy？ 没有，刚刚是我讲错，我是要说我的敌人。有了，我可以交付陨石了，太好了。交付陨石，芊芊，我回来了，我的实验取得了进展，太好了，我还找邻居帮你找哎、欸，他该不会是时空旅人吧？他还跳来跳去，他就是杜老师啊。杜老师，给他陨石，然后他会给我什么币之类的纪念币，然后可以兑换东西。领奖，我升等了没？还没，我要回家。陨石拿去卖都超过十万，哎、欸，身上有个衣服，突然，啊，我可以换衣服啊！服饰商城，大家想要看哪一套？这是海滩套装冰淇淋，不冰淇淋，不是冰淇淋，什么冰淇淋？皮蒙丘不要。古代古典将军，哎、欸，帅！古典将军很帅，一个女战神。那、啊、这个呢，蝴蝶夫人。哦，我要，你这是萌 A。我要当古典将军。哎、欸，可是蝴蝶夫人发型很漂亮、欸，哎，到底要当哪一个呢？好啦，我要当将军啦。我要更换。哦，
当将军。哎、欸，我太正了吧！蝴蝶夫人跟芊芊太像了。现在我就算当将军也要中。哎、欸，有人取我名字，嗨嗨嗨，加好友加好友，谢谢谢谢来我家玩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、欸，警示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杂志？杂志什么东西出来了吗？哦，杂志刚刷新是不是？我要那个红砖，怎么都没有人卖红砖啊？拜托，这样我要怎么扩建啊？没有，哎呦，都没有红砖啊，算了。我是赛亚民族的后裔，不是啊。梦想秀预赛，我到预赛了，我穿着女战神的样子，应该预赛可以把人家全部打。这位选手看起来不怎么样，直接让下一位选手上台。哇，太凶了吧，还直接把人家踢掉。你们是怎么评审？我家主人还没展示，你们是故意跟我家主人作对吗？啊，不服来辩。他说的，我怎么整？走路还有冒粉红色气。大家好，我是选手。现在是预赛，之前是经过海选，现在是预赛。应该是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我的仆人，可以啦，我这么煞气。嗨。好酷哦！你的身价这么高，你的身价让我仰视。有，可以，女战神吓到他们了。大家如果欢迎加好友啊，来，可以来看看我。你来我家，我就加你好友。我是说游戏里面加。等下看我会升级，看我在买布置的东西。有后台，你敢看不起我？我赌上我爷爷的名声。爷爷说：“关我屁事啊！”超级赛亚人吹着笛就不用讲。Oh, yeah! 煞气升顶。哎，荷花的那个奶奶会不会太大、啊？现在是瞧不起我就对了啦，小心我也把奶奶露出来。我说我游戏里面的奶奶。真的是黑历史。叫别高陷太早，主人，你欠钱没还吗？为什么那评审一直针对你？感觉就有什么内幕啊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哎，我要布置，看好像布，不然买个碎花灯好了啦。哦，它是高的哎、欸。哦，这样往后摆一点，然后碎花。这样子亮一点，亮一点。还要买什么呢？潮流长沙发我有了。怎么多东西都已售罄呢？售罄是要我怎么办呢、啊？小花盆。让我装饰一下我的家。没东西了，接下来都不能买登机了，不够、哦，好吧，可以啦。今天装饰这样子，一天装饰一点点，今天装饰这样子应该是还不错。荷花都可以当艺人，这个游戏居然要我们培育一个可爱妹子当艺人。荷花当艺人有荷花好笑的地方啊，说不定他讲话很猛，就是他讲话会一直抖动啊，就大家喜欢看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哎呀，又外面又有人在等我啦，才不要理你们。去送胡萝卜。Let's go！ 好的，我现在满足你。我回来了。一次收好多任务。好，看一下我自己。整啊！这款游戏叫《梦想星辰》，就是可以培养当明星，然后布置家里，还要养宠物。可是可能我等级不够，宠物还没出来，之后再多练练，看可不可以把我家变成动物园。然后，那我在梦想星辰第一个伺服器，如果大家有玩的话，欢迎加我好友，或是来我家，我就会加你好友，好吗？啊，今天谢谢大家看我台，哇，今天从下午开到现在完全都没有断过，谢谢，我们明天见。哎，明天麦卡贝，
明天卖卡片见，拜拜。